接下来呢，我要带给大家的是另外一段非常精彩的武术表演，名字叫“狮城舞风”。它曾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呢授予赴俄罗斯演出武德双全的金匾。另外，在今年的2月份呢，在香港举办的香港国际武术节当中是拿到了一等奖。到底它的神奇与魅力在哪里？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各位表演嘉宾。